介绍一下新男朋友，我哥，我嫂子。大哥大嫂，你好。今天请你们吃饭呀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件呢，我前阵子钻牛角尖，没少给你们犯混，也没少给你们添恶心，这顿饭呀，就算我道个歉。就看在我悲伤过度的份上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一起喝一杯，嫂子。来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大哥大嫂，我先干为敬了啊。第二件，我就是想让你们恭喜我一下。找到专案了？这什么案呀？你没事吧？怎么就真爱了？给我哥证明一下，将来我们的将来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他都把将来这两个字纹在胸前了，那得多疼呐、啊、哥，这还不叫真爱呀、啊、你再说一遍。嫂子，你纹过身吗？哎，要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是纹我哥的名字还是纹你前男友的名字？只能纹一个啊，你就告诉我嘛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将来你是在测试我的底线吗？心虚什么呀，我一说他前男友你就说刺探你的底线了。哦，你是怕嫂子知道你都对她做了什么？你试试。不要逼我把你送出国。对不起，你没胃口，我们走。好。那个谁，知道她为什么找你当男朋友吗？因为她前男友自杀了。你知道她前男友为什么自杀吗？因为不是什么人都能待在她身边的。有自知之明的话，赶紧消失吧。